8月15日是大年三十，央视狗年春晚正在播出。傻一、胡可欣两个儿子登上春晚舞台，献唱开场曲。表演过程中，小鱼儿激动的想要亲吻哥哥安吉，却不想安吉却拼命闪躲，露出嫌弃的表情。看到小鱼儿如此热情，而安吉却满脸严肃，网友纷纷调侃这是有多不情愿，哈哈哈！小鱼儿又被拒绝了，也是很替小鱼儿难过了。